妈的嘞！反正我跟你讲，梁氏，你们不要让我在健身房遇到你，干他妈的！你在那边蹲的时候过去，哎呦，再加两片吧，蹲多重？没有干你，你在深蹲的时候，老子就抠你两下屁眼，干你，看你多会多会蹲，操！他直接把你屎都抠出来，妈的！想归棺材是不是？叫他滚过来啦！你娘嘞，这么早要棺材是怎样啊？再一把，还加两把。哎、欸，你怎么那么快的滚过来了？我听说你要练到一拳把墙壁打破，一拳把你头打破啊！你把我头打破试试看，来啊！我他妈戴那个安全帽，你手没废，随便你。我打也打不到啊！靠呀，你不沾锅，我一打过去你头就闪掉。你想要？当然，我回避的。而且你以为你打到我？不是，我都不是跟你讨论过了，人家要打你，你要跑得快啊！啊，今天有去吗？今天睡起来有去运动吗？当然有啊，废话。啊，那我要不要找机会加油？到时候你蹲我，我蹲你。可以。啊，罗姐，你不是有去报吗？啊，你有去练吗？练，干他妈问你啊！你看我的手跟脚，我现在这样怎么练？我这样怎么练？我已经练完啦，好啦，变黑曼巴啦，怎么练？你能不能看一下我的手好不好？我这几天都在工地耶，你看呢、啊？菜伤还是可以练啊。九月一号嘛，差不多啊。这个传奇打完再说，这里没要打这个没有空练，差不多练得很累。我想练那个会有好几天都瘫在那边。好了，不用讲那么多、啊，三个月后新生桥，我们三对三找人灌篮，没问题。三个月后新生桥，我们三个就去那边报。而且有找教练就超紧绷，我找教练，靠腰不找教练怎么练？那、啊、你是买几堂教练课？我都去一堂买一堂，我都一次一次买的。干，好有钱。干一次一次买不是看多？没有啊，差不多一堂差不多1000多块出啊，差不多啊。他一次买比较多堂也才便宜100块而已，还多啊？不是、啊，之前就是那个、喔、在 HQ 那时候就一次买一条龙干。啊，要不要练？要啊，要不要练到胸？好啊，啊，要不要买教练课？好啊，啊你要买几堂？你有几堂？最多好啊，直接买啊，6万块你给他汇过去啊，好啦，后来全部都给别人练了。我是买2堂，后面就自己练，啊，我没那么多钱。哎、欸，不要买教练课，要啊，我一定要练到打一拳把墙壁打爆、啊。好啊，我那个教练也叫罗杰、啊。在哪间健身房练？哦，我那个健身工厂，就是因为肌突才会练胸哦，就是因为那个肥肉太多。哎呦、啊，我都凸出来，对不对？没有啦，我主要是我很烂呐、啊，我还不知道怎么练。一开始一定要找人家教我一下，教要客家也不让你客家，他只要教你在那边巡一巡，发现你的动作白痴，他就在那边开始乱教你，你是吗？哪个会乱教你？我是不知道，反正会啊，那个教练就在那边问你啊，哎、欸，你是不是应该要上课？怎么问你动作很妙？还要在那边看啊，还要在那边问啊，我说哎、欸，你是没有买教练课的，然后开始在那边推销，一定会的啊，真的假的？然后啊你只有2招啊，第一就是当死客家人，就是干老子真的没钱换你呀。他你说他没钱，他哪里没皮条、啊？另外一种就是那个、啊，就是买他没钱哪里没皮条，是傻小。他就哪里没皮条、啊？你说你在那边，你在那边这样拉他过来说你这个姿势魔吉呐，你在那边举哑铃，他一走过来你就直接跟他喊魔吉呐，你说直接把他劝退了就没钱啊，你就跟他讲没钱命一条、啊，不然怎么样？不是，你没钱，你没钱，不信想办法赚点钱，干你啊！更加运什么动？不是他妈饭都吃不饱了，还在运动？教练课，教练课不便宜耶，哥。当然啦、啊，不是、啊，所以你那个啊，你没有很有钱，你就自学，通常都上网自学啊。啊，我就是上网自学啊，我自学完，我总是要有一个地方练吧。啊，我就是在自学啊。阿翔不会 S B D 腰带护膝什么时候处理？干林老师，我那个他妈蹲那个杠片，他妈那个那么轻，干还用弄个毛腰带？你说要先当装备哥哦，又是那个？干对啊，这就跟打篮球装备哥一样，靠腰嘞。你说整套的、哦，老黄卷子球衣，然后乔丹几代，然后过来，拍张照好啦，回家啦，靠腰嘞，上场打都没有。还没有到装备哥那么厉害，至少有点东西之后。不是，我们这种一开始菜鸡去，就记得带钱跟带瓶水就好了。对啊，不要，记得把水壶带好，然后对没带水就好了。带水还装备哥嘞？
腰带干，好像举得很重。我推他妈的一边三十磅的人，他妈带这个腰带那边，被秋西啦。他只是不好意思笑你而已，他心里都在笑你。深蹲多少？哦，深蹲很菜，哎呀，怎样？六十磅差不多是三十，再加杠只算二十公斤，顶多四五十公斤而已吧。搞不好还不到五十公斤，才四十公斤而已。不是他们一直在说什么？看我腰什么很轻啊？蹲我不啊？怎样？不能我不能蹲很轻是不是？奇怪，怎样蹲很轻犯法是不是？奇怪呢？啊，不然健身房那些金的杠片给鬼用的是不是？奇怪呢？这些人一说什么很轻很轻很轻，啊你们一直问，然后他妈一直要蹲多重蹲多重，你们是蹲多重的、啊？能不能把101蹲起来？靠腰了，七七八八蹲多重蹲多重。要蹲多重？他们一直问我蹲，他们一直问我蹲多重，然后回答说：“怎么可能？怎么可能那么轻？靠，要不能蹲轻？蹲多重？蹲多重？他妈蹲轻入岭啊，好不好？把你妈也抓起来蹲呐、啊，好不好？妈的，一直问蹲多重？蹲多重？干变态是不是？妈的嘞！反正我跟你讲，聊的是你们不要让我在健身房遇到你，干他妈的！你在那边蹲的时候过去，哎呦，再加两片吧，蹲多重？没有，干你！你在深蹲的时候，老子就抠你两下屁眼，干你！看你多会蹲，操！那直接把你屎都抠出来，妈！干会受伤哎！你说人家在蹲，你直接捅人家屁眼？对啊，你不是我会蹲，干直接抠两下，靠腰嘞！直接干你啊！啊，直接把不让你脖子扭到。他们就很会蹲，还是你们的蹲是火哥那个双手放后面的那种蹲？干那个不得不说，那个蹲的好重，一次蹲都几十万的。打算把身材练到什么目标？我不知道哎、欸，干，妈，现在讲什么目标，什么都，我觉得都是在打嘴炮。没错，慢慢来啊，不是一个阶段来啊，对，先把体脂肪降到20%，这是我第一个目标嘛，对不对？我们先达成这个，再讨论后面。靠，要不然直接说，我要变成 The Rock。靠腰哦、喔，你直接这头跳下去，那个看头弹有没有机会？我要变成魔山啊。怎么变？魔山？对啊，就是我要变魔山呐、啊！可以闭上你的嘴吗？靠腰哎、欸，目标都是你只会在那庄哑巴打战场，还在那大堂关你屁事等于等于。不用讲那么多啦，健身房可能不关我的事。你躺在停尸间的时候，我一定去看你。操他妈，唧唧歪歪什么？我他妈一句话都没讲。健身目的是什么？成为做菜宗师啊，好不好？让你老妈烧两圈，好不好？我要让这个地方的妈妈舒服，哼，没有啊，就是觉得这个啊，好啦，讲实话就是已经现在比较有时间，然后也比较有那个经济允许，以前就算有时间也没钱，我就问你们吧，你愿意每次看那个每次照镜子的时候都看到自己那个肚子嘎零点啊嘞，几百根跟他妈的保龄球不是跟个他妈的。保龄球瓶一样，靠腰嘞，安尼有卡送的，看久也是会堵篮的，好不好？